近日，刘亦菲更新微博晒出一张坐在椅子上的看书照，照片中刘亦菲盘着双腿，手捧着一本书，悠然自得地坐在吊椅上，一只可爱的小狗乖乖地靠在她的胸前，一缕阳光从身后洒来，画面十分的温馨。微博一出，网友们纷纷评论，读书的女孩子是最有气质的，椅子好安逸，女神美得不像话。也有网友调侃道，女神家的宠物都好高冷，还缺宠物吗？我表情多，还上过学。诺言只换来沉默。